无线视帝王浩信依家就喺内地拍摄剧集《王爵》，但原来佢同时亦都同公司倾好咗，将会正式接拍无线重头剧《黑色月光》啊！一如之前，我哋率先爆出呢套剧系好戏之人杨善瑶，相隔七年后重返娘家嘅回归咗。今次担正女主角嘅佢，将会同剧中饰演反派嘅侍候林夏薇斗戏，令网民相当期待啊！《黑色月光》呢套剧今日将会喺深圳举行开镜拜神仪式，但除咗上述嘅男女主角之外，其他剧中要角亦都保持神秘。不过我哋收到独家消息，已经三年冇拍剧嘅黄翠如今次会喺剧入边担任要角，饰演杨善瑶嘅妹妹。翠如接受我哋访问嗰阵，承认都有一段时间冇拍剧啦，所以监制揾佢嘅时候都有啲 surprise。个角色听落好有趣，系佢以前未曾饰演嘅角色嚟嘅。至于同杨善瑶同微微两大好戏之人合作嘅黄浩信，就话剧本最正嘅就系角色冇分中同根，每一集嘅细节都好紧凑。今次最大难度嘅系要 keep 住最好嘅状态啊，因为两位女主角 fit 嘅程度系惊人，所以自己都要努力啊。